我嘛是受害者呢。你若是真是无甲迄个查某安怎，是安怎门口会开票迄个查某？你若是无这样尔飘飘，迄个护理者会唔帮你选？啊我，啊好啊啦，你点讲两句啦，你即马大约拢心情拢作歹吼。我心情够再歹，我嘛是爱替你爸爸，也够有咱这个家出一口气。 我家己无够，我家己的面子，才去去才会做迄查某理论。你若是我袂烦，若是我知影你爸爸是款的好女婿，我会真欢喜是无？好啦，是我的唔对啦，我知影你哦受真大委屈啦。都是人讲啦，你若无出面处理，代志嘛袂不堪的。 对哦，若是有啥物要紧的代志，你哪够再交代伊啦？阿妈哩，你真是介意有这查某囝？是迄个查某家己讲家己用，你怎当作我啥？拍怎个猪哥？ 你唔是讲先去找迄个查某？你小三，爸，爸，爸，好，来来来，因为。 来庆祝咱吼头一个记者会安尼顺利成功，干一杯来。老姐，老个是足老个的啦，啊若成功哦，都无算成功啊。来第一届主持这记者会，啊无是准知，是准你提醒。袂啦，咱的事不顺哦，那是因为今仔日记者会拍出名声，伊就会配合我啦。来，干杯。 哎，这阵你倒来。这阵，你有看到今仔日的新闻无？两个足大呢。哈哈。这阵，你想到无经过我的同意，安尼做，那是当初一张小姐爱我安尼做的。这阵，这是出名的好机会呢。这案件根本就无证无据，无法度成立。你为着要出名安尼做？ 实在太不完整了。如果你啊，志伟，你嘛是同款，无知哦，你去读法律的啦，哪会当帮到我做这种代志？佫无法知影。恁哦，实在太发失望啊！
有人希望我是你，但细准你，哎，你妈，你跑啊！你跟你妈同款，无人性，无人情啦！你竟然拿手铐我倒出去，去帮助一个青云人，你跟我讲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好处？你讲来，你讲，讲来，讲。你先乱讲啥哈？我甲阮家一看到新闻，就为家己赶转来呢。阮家落飞机赶转来顺路说，阮家就当日为开记者会代志发脾气。你青帮白帮就出手拍人，这个记者会也毋是阮家开啊。小妹，就算讲细水无去记者会啦，啊，不过记者会嘛讲得清楚，委托的律师是细水。副总，真歹势。其实今仔日记者会是我家己大主大，甲世尊无关系啦。有听到无啦？你哦，代志拢还袂不好清楚，乱拍啦。你叫是讲阮一个欺负是嘛？哈？小文，我。哥，你哦就是修好性地啊，才让人爬到你的头壳顶啊。弄我做什么？你拍拍麦啊？哈？拍拍麦啊？好了。世尊，歹势啦！我承认我头拄仔想过错误，我伫遮甲你解释。快紧！我想要赶紧啊，好好甲这件代处理掉，才免让到三哥。好会发炎呢，好啊啦！哎呀，要救啦！怕到那会老会滴，来啦！哎呦，哎呦，一代，你卡琳来了啦！卡琳来啦，冰冰。好啦，卡琳来了。哎呦，你抱脸在咧冲啥款？我粗茶呢，真是有只甲做嘞。钱要给我都不要紧，出手找你来当，不是讲我你出门跟我玩笑。那雄雄走来记者会啊？哟，我哪知啊？你讲伊不爱给你钱，是安怎？伊爱给你钱啊？你甲讨钱吼？你甲讨钱，伊不爱给你对不？哎，讲我真歹听啊！明明啊，贵人哦，算我娶大汉的呢，啊，伊这么眼睛变红红，啊，摕淡薄仔钱来以后嘛是应该，怎么讨钱？你记钱死好啦你！我的记者会哦，就是叫你咧不安，你无爱搁饲煞啦，是啥物第一届、第二届，搁啥物共门钱话啊？看到无影呢？是伊给你冰倒嘞，你是咧实实咧念啥？搞我啥物地带啦？是讲安尼嘛好啦，我是唔惊无面子啦，只写写面子的吼是王邦雄，雄，哎，哪弄呢？啥？我是蓝老师。你这个查某，你到底想要挃偌济？你做一解讲讲，莫在外面讲遐有诶无安尼伤害阮爸。我嘛伤害我家己呢，你敢无看？恁二娘仔来乱我记者会，等于甲阮帮雄讲，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步尔。以后，我会逐天透露一寡消息予记者，予报纸写成小说连载，逐天写一篇，到
时阵，王邦雄的风流史，就当出一本册哦。你安尼喊王爸安尼吵名啊吵声，对你到底有啥物好处啊？好处真多哦，我会当替我查某囝讨回一个公道啊！我全世界的人知影，王邦雄是一个偷家，唔知影七嘴，下流的帝国。你这查某囝真冤啊你！文哥，你等下过，来好好讲。我甲伊无啥物好讲的，要好解是，叫王邦雄来啊，叫伊甲查某囝害我，啊那无，我做你告我回死。你告王爸，只不过是要离婚上尔。亏是阿假啦，卖阁笑落去，钱摕哦，去削皮怪你后半世人啦。哎呦，少年家啊，讲话咪嘛真浪荡，钱是要算啥啦？钱无法度弥补明明这二十几年所受的委屈甲痛苦啊。总讲哦，恁要用钱跟阮好解啦，嘛是小数目啦。恁哦，讲一下数字啦，大家参考一下，看有法度无啦？啊，因花儿啊，我讲过，我无爱钱。我只要我的查某囝，张小姐，今麦要找你查某囝，就跟海底的蒙针同款，根本就找。叫王邦雄去找啊！伊不是钱多，不要叫人去找是，敢想我敢会安那做？我袂替你找迄个杂种啊！你若是认真好解，我绝对会跟你过到底。我就不是，你找无迄个杂种啊囝，你会上够是？甘流素，我马上提出告诉。刘小姐，拄仔王先生嘛讲过啊，无人情你是顾袂起来。我感觉这件代志，也是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较好。无可能啦，我已经聊落去，我要王邦雄因全家毁啊，无面头做人。苍苍，迄个颜世尊哦，上无意思啦。明知迄查某是超过伊来乱的，伊不但无阻止，还阁听伊。啊，不过我有看电视转播啊，世尊根本无出面，一直拢是迄个刘伟哦来出面主持的。我想这个代志应该跟世尊无关系。这件代志哦，若是甲伊无关系，迄个刘伟哪会抢伊的名？我咧想哦，伊根本就想要出名。国强爸爸找伊算账，唔知要后壁做总经理，叫伊刘伟出面做代表。啊，不过迄个查某不是讲过啊，你爸爸有开一张几千万的支票给伊，世尊是不是认为这个代志是真实的，才会替伊出面告你爸爸？就算讲这件代志哦是属实的，伊嘛不应该听伊啊。对啦，你想看卖，阮爸爸过去敢对伊歹？伊明知影这记者会来开落去哦。不管这代志是真也是假，阮爸爸一定会满面全头灰啦。伊是毋是爱事先先甲阮爸爸剁一下头的，让阮先有机会找伊调解。坦白讲，世尊会替伊出面，给你爸爸歹看，我唔敢真意外。文忠，我今下就去问伊，问伊想做要安怎做。好啦，你去。我嘛想要知影，伊到底在想啥。小月，刘兰，你哪来遮？歹势，我自下港回来以后，拢伫无闲，再无甲你联络。我问你，你是安怎？你互阿雄一个歹看？刘兰，你误会我，迄毋是我的本意啊。我嘛毋知我一无伫个，刘伟就甲代志母甲变安尼啊。你莫甲责任拢扫互别人，这个案件是你接的。你原本就应该负责任嘛！你讲来无唔对，这个 case 是我接的，我确实应该负责。我希望这个代志到这为止，
莫搁替迄张春芳拍官司啊！小姐，你即摆是咧讲啥哈？恁应该不实在吼，我委托间律师替我拍官司，甲你什么地带哈？凭什么你伫伊面头前讲我后头话？张小姐，你误会啊！伊是我女朋友，伊是无希望我参加是非，再伫遮甲我参详。原来是你的女朋友。是啊。小姐，你嘛唔通安尼，啊，大家平平拢是查某人，查某人敢免互相小人心？你哪会安尼劝恁男朋友卖接我的 case 哈？我现在袂当劝，丁小姐，虽然我甲你无熟识，啊，不过我伫电视内底看到你开记者会的画面。我大概知影你甲阿芳姐结婚是啥，我毋是当事人，我无法度断定谁对谁唔对。啊，不过你声声句句讲要替你的查某囝争取一个公道，难道你喜欢才要安尼做？你讲你的查某囝是阿芳姐的亲生查某囝，难道你即马甲阿芳姐母甲这尼啊歹看？你叫阿芳姐以后是要安怎接受你的查某囝？啊，佮有你敢有顾虑到你查某囝的感受？你安尼做，叫伊啊，要安怎面对这个社会，面对伊的爸爸？你若是真正为着你的查某囝好，就应该私底下找阿芳姐参详，看要安怎给你的查某囝一个保障，唔是安尼拍锣拍鼓，见笑台不甲同人知，像输像赢都拍落台。先生，你好好想看卖，看这案件是毋是值得你继续追落去？你若是想要继续安尼是非不分，难得咱两个就到这为止。有来，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真。新闻什么好看啦？你看袂新咯？啊，你对电视今麦咧报这件代志，有啥物看法？你是讲阿芳姐新闻吗？啥物人要去研究遐啦？哎呦，我是讲，我要问你讲，假使这件代志若是真的，我是会同情迄个查某啦，尤其吼是因此迄个红孩啊。讲今仔时代，这查囡仔都送予别人饲啊呢。假使恁若是迄个查囡仔，你有啥物感想？假使讲我是迄个查甫囡仔，我会变起来，唔敢去啦。是安怎讲？妈，你想看卖，迄个查甫囡仔一出世，就是一个私生女，已经真可怜啊呢。今嘛，佫予伊妈妈四界个宣传讲，伊是迄款查某生的。假使讲倒一天，予遐记者知影伊的身份，甚物人？我想哦，伊会感觉足见笑的。但不管这个查囡仔伊妈妈是甚物款的出身，佮这个查囡仔本身一点仔关系都无啊，伊永远是一个清清白白伫社会上佮人会比拼的查囡仔。妈，你讲安尼？是无唔对啦，啊！不过好佳哉，迄个查某囡仔自细汉就予伊妈妈送予别人饲啊。啊，若无即马叫伊甲伊妈妈出现伫记者会哦，一定比死搁较艰苦。妈，你先去房间啊。玉兰啊，妈妈佮问你啦，假使你若是迄个查某囡仔，你知影即马亲生爸母伫找你。你安怎做？
是迄个查某囡仔，我即马已经唔敢出现，因为是足见笑的。等这件代志若过，这边的风波若过了后，后摆你敢会转去你的亲生爸母遐？应该会啊，不管是啥哦，总是要好奇讲家己亲生爸母是啥物款的人啊。敢讲你拢袂体谅你的幼爸幼母对你的养育之恩，就因为你的亲生爸母在找你，你就将幼爸幼母放咧，转去你的亲生爸母边啊？妈，我毋是这意思啦，我是讲，我会去看我的亲生爸母，啊，不过我是回来吼，我幼爸幼母身躯边。妈，你是安怎啦？讲别人的代志，讲到目眶红哦。我是咧替迄个查某囡仔的幼爸幼母咧烦恼啦，惊讲迄个查某囡仔若大汉。就因为又白又不放心啊！妈，袂啦，你有听爹讲哦，先去请一边，因为功劳较大天啊。我想，迄个查某囡仔一定知影，啥物人对伊才是真正好诶。伊袂因为家己亲生爸母出现啊，煞会放弃家己又白又不啊。奇怪呢，问我遐个问题，敢讲我是你抱来啊？我袂讲个囡仔啦，你当然嘛是我生的。我甲你讲，我要来做爸。找你，你敢有想要见？请你们。哎，阿姐，那请安行，来，阿姐，阿姐。是啊。有啥物代志？我来是要问你讲，张春芳伊的查某囝，感情才是家己生的。别人咧看我笑的，敢讲连你也想煞要来斗闹咧？阿雄，你哪安尼讲呐？啊，等咱是啥物款的交情，我哪会来看你的笑话？阿雄，若无你来专工来问这个代志是啥物意思？我不是歹意啦，但你嘛知影，我家己无生无父，啊，听讲你有一个囡仔在外口无抱回来饲。我当然嘛会唔甘嘛，贤姐啊，电视的报道莫甲听伤多啦。这个查某张春芳是跳江要来甲我乱的，我哪有可能伫外口死死无抱转来饲啊？啊，照你安尼讲，你即卖意思就是张春芳伊个查某囝真正唔是你的？当然嘛唔是。唉，代志到这个地步啊，当当年有好多代志哦。我唔惊你知影咧。少年的时阵哦，我确实有影点这个查某的缘，阿妈才七八年，哪有遐多啊好去推落签门？阿你嘛知，迄个所在吼，逐工啊人来客去才尼多，啊，啊算讲有这个囡仔，嘛无一定是我的。我咧甲想哦，一定是这个查某挑工的啦，借理由要来甲我卡油。照你安尼讲，伊的查某囝甲你无关系，你哪都需要开一千万的支票给伊？哎，讲到这，天都好清明。啊，你嘛知影讲哦，我逐工才两回，哪有时间去插这？啊，是也拄啊好咧。文讲哦，讲伊捌这个查某，我毋才叫伊去处理。哪会知影？文讲哦，竟然用钱要甲买收啦。电脑转来，这个查某毋才摕我的支票，当作讲我承认的证据。大姐们，害我高级水来洗都洗不清。
祖，阮老爸要死之前，我讲，叫我倒来敬天地，阴家孙，孝五国，年年出。我自信每一项我拢有做。为什么我的家庭还阁是乱糟糟？我的大母唔睬我，我的细姨又阁是遐尼贤计较。连外口有交一个应酬熟识查某，也要来找我麻烦。唉，敢讲有钱是一种罪恶，也是我真是做唔到什么代志，才会有这么多烦恼。小芬啊，我以前一直认为讲你食斋念佛是伫咧食苦，我即摆来个遮，才知影清净无为，这是一种的快乐，甲阮一种逐天为名利咧拼死拼死的人比起来，你真正是真幸福啦。要不我会将所有的事情都给你压出来。海蒂，海蒂，新平啊，你是安怎啊？哈？你哪会袂困呐？大弟虽然拢在咧喊海蒂的名，我哪会困会起？我一直在喊海蒂的名，啊，你有听到我讲什么无？无啊。新平啊，啊，你是梦到海蒂的演出啊？我就梦到海蒂啊，替因爷进来来甲我回信你啦。可能是吼，我咧烦恼咱玉兰甲世尊的代志，啊，正会安尼，拄拄想。连暗时也去梦到，啊！你是安怎啦？是，我足惊伊讲有一天玉兰伊会离开咱。哦，恁的想遐多啦，查某囝早晚总是爱嫁出去，因为恁的生活，恁阿爸都照顾伊一世人啊。啊，搁再讲，嫁查某囝，也毋是永远无要倒转来。过年过节，总嘛是会等在后头厝。但即摆交通遐方便，莫想伤多啦，啊？不过，玉兰伊若发现讲，咱毋是伊的亲生爸母是？啊，你莫讲，我莫讲，有啥物人知影讲伊毋是咱亲生的？我是假讲，万一若有一天伊的亲生爸母若找到，哎，啊，你当初毋是甲人讲好势啊？一边抱囡仔，一边付钱，永远都袂使相认。搁再讲啦，但伊的生母也毋知讲咱是啥物人，哪有可能随到咱遮来？我看电视的时阵，啊，电视是安怎先？啊，电视咧做戏了嘛？哎呦，做戏空看戏空，较早困的啦，啊？这个六号来甲我卡油了后，我就无甲一工困的好势。只要这个人存在，我就无法度明证。我一定要紧处理才会用的。
就因为开支票给迄个查某，阮爸是把我骂到臭头。反倒转来，文章的工作顺利，比我占优势。我想要赶紧想办法来表现，让阮爸对我改观。免着急，少年人做代志难免会犯错，只要认真打拼，总是有机会。无参像客爸年纪啊，只要有淡薄仔顿顿也是困难，就承受袂起。客爸，你是拄着什么困难啊？文中案件毋是真顺利。文中的案件确实是予我的公司烦死，也毋过，逐工为了钱一个走动，我已经忝。有当时啊，我伫想讲，我着啥物时阵才会当退休？我伫无后生，玉兰早晚来嫁人，所以客爸伫想讲，想讲，我甲公司送互你好。客爸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要甲公司送互我？你是我的客囝。交予你经营，我不但放心，也比较好发展。客爸，你较早做代志真有拼性，啊！你即摆呢？你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唉，无毋对，是有淡薄仔麻烦。是毋是顶一届？去你办公室要甲你讨钱去啦！你来知影？啦，啊！就顶届要去办公室找你，我听到讲有人咧办公室内面甲你大细声要甲你讨钱，我想应该是遐无唔对啦。无唔对，是客户有一个代志处理了无清气，有弱点，讲落去手头。那呢？你即摆有啥物想法无？有当时啊，足想要开钱叫人家。无咯，客伯，你即摆找一个人，把迄人解决掉。即摆这个人，毋就要掌握着你的弱点吗？这代志永远无得收煞。客伯是咧讲气话，手术杀人这是重罪呢。是讲应该无要紧啦，钱已经摕去啊，以后可能袂过来。我应该家己处理，唔通靠别人。客伯，客伯，你是咧想啥？你妈妈去寺庙，敢倒转来啊？不管在家爱几日工的。文公，你有一个好妈妈，恁爸爸对恁妈妈真敬。所以相信恁妈妈伫个，恁爸爸对你还阁唔敢伤过太大细心。你放心，有啥物代志我都排解，做你阿全客面啊。我知啦。就爱家己才走上。代志总是过去的啦，啊，电视过两天啊，都有其他的新闻啦，因都袂顾你这条啊啦。这要等到什么时阵啊？这两天的日子实在有够歹过。快点！
是不是发现？哦，楼卡拢是记者，啊，因就讲叫我伫遮上遐。你抢收一下，我替你吃。好，好，好。歹势啊，我酒嘴呆呢，恁遮敢有水啊？好啦，我你等一下。多谢多谢哈。因遐狗仔队吼会想尽办法翕到恁的相片，恁家己爱说伊啊。是。啊，有啥物代志？啊，爸，我叫一份客户案，要请你家己搞起。收购新平企业计划书。迄个有意思，想要将伊的公司卖掉。卖公司哦？啊，这谁在讲？迄个想要较早退休的。我想，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啊！只要咱海邦会当把新民企业买落来，一方面呢，会当扩展咱公司的实力，会当增加保险、建筑等等的事业项目；另外一方面呢，客户也会当放心将公司买单，价钱好讲，对咱上面来讲拢是有利。老公，啊，你客户要卖公司这个消息，你是为倒位得到的？我甲阮客户开讲时阵，伊讲的。欧先平啊，是一个老江湖。讲较歹听的，伊是一只老狐狸。伊甲咱合作的亚太网络通信的计划，是阮赚袂了的。会用你赚钱的时阵，是安怎要卖公司啊？文哥，你敢连这点拢无想到啊？我当然捌想过啊，啊，阮客户想讲，想要较早退休的啊。这句话你着相信。啊，恁客户敢真想遐老到都爱退休？啊，你有了解讲，伊甲你讲，伊要退休的用意？我问你咧，因公司有偌济债务，有偌济有形无形的亏损，你知影？客户来了，你吼有负担因公司的资产损益表啦。资产损益表，你敢有去查证过？无啊，啊无凭这点，你就要买人的公司，啊你的想法会想过幼稚。文哥，你大主大义开支票列出来，风波都还未算，你即马搁想要补啥物出头？你是海邦起来的副总呢，明日因为欧湘平是你的客户，你着私心，大声通外鬼，要叫咱海邦买伊的公司来了钱啦。你是村办，要甲咱海邦母学斗是毋？妈，那我到厝有准准煞，你哪会咪讲这啦？啊啊，好消息！是安怎啦？无啥啦，文长啊，你讲有啥物好消息？是安尼啦，亚太网络通信已经完成啊，包括马来西亚、泰国，啊，佮印尼遮东南亚地区的签约。文长啊，嘛已经派人去韩国、日本记者啊，剩个国家就是澳门，啊，佮香港，因系统规格无共款，啊，佮有介绍的问题。啊，不过我甲文中会继续甲因计较，啊，搁有谈判。袂歹袂歹，想袂到吼，今天这么紧。啊，是啊，有有人斗三工哦，还比我真顺利就签好啊，一切进度拢超前。哎呦，这是玉兰的功劳哦。不是啦，遐是因为这计划吼真好，真有前途，真够有发展性，所以大家拢愿意配合合作。明仔有去哦。我一接到消息咯，就赶紧过来跟你讲。真好，真好。不过，你看无？亚太通信计划吼进行啊这么顺利，你家己哦，就较怕变，哎，你想一寡吼无实际物件，
要若无，有一天吼，你会输你小弟哦。来，这听。文中哦，就是这点整着你，伊才有这款的头壳啦。文中，请叫咱坐啊。来，叫咱坐啦，饮茶。来要创啥？我知影你即摆心情真袂爽快，啊，不过不管你的心情安怎，你甲林兄安怎竞争，在我心目中，恁两个拢是上听话的哥哥。而且哦，我要甲你讲一个秘密，啊，不过你爱答应我，免笑我。就是我的偶像，我真崇拜你哦。卖假好心来安慰我，是不是因叫你继续来关心我？啊！你卖误会我的意思啦。误会啊！自细汉你妈将我当作是外人，你看袂起我，把家己风流，做我替伊想话。有功无守，弄破爱赔。文中无任何的经验，算我主导网络通信的计划。他拄好提出的计划，叫恁全家火啊散烧。你人嘛在场，我相信你嘛听到。你即摆讲你崇拜我，鬼才要相信？莫当天笑话，莫借口倒下。不是安尼啦，大兄。好啊啦。你得想办法打我，侮辱我，不要紧。有一天你一定付出代价。真正不是安尼啦，大兄。自细汉，你读册拢是第一名，连运动你嘛是摕冠军。我的同学，因拢真欣赏我有一个这么牛的哥哥。就是连回去厝的，你嘛是会教我写功课。我若是无想要写功课，你嘛会带我出去佚佗。你拢袂教我骂，嘛袂嫌我功课写无好。你这么优秀，佮对我这么好，我哪有可能无崇拜你？虽然即摆厝会吵吵闹闹，对你真无谅解，也毋过，我会永远支持你，我真正无其他意思啦。